大家的内心幽暗吗？小时候有没有虐杀过小动物？有没有虐杀过昆虫？有没有拔过蚊子的翅膀？有没有拔过蚊子的腿？我们内心是很幽暗的啊，是真的。大家如果有兴趣啊，下午可以看一本小说，艾伦坡的黑猫啊，一本很短的短篇小说，你看一看能不能在那本书中看到你自己。很可怕的一本书，这些书籍不断地提醒我们，我们内心深处是有幽暗的成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法律，因为法律可以约束我们内心的幽暗。